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呢，说幸福的人呢用童年治愈一生，那不幸的人呢用一生治愈童年。那我们做玩具开箱的很多呢会提到说有所谓的童年债这种事情。那我自己在节目里头呢是很少很少发这种这所谓的用到童年债这个词的啊。那么今天这个的话呢，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算是我应该说少年时期吧，我国中还有高中时候最喜欢的对战格斗游戏《Samurai Splits》里头的拿扣露露。那这款拿扣露露的话呢，它是用了前一阵子呢在 PlayStation 上面推出的《噬魂小》里头的一个造型。然后这个水墨画的风格，其实游戏做的还可以，但是。我自己吧，我是最喜欢《噬魂二代》吧。那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经常在B 站上呢去看一些《噬魂二代》真噬魂，一些对战的一些画面，对战的一些纪录片。那我觉得《噬魂小》的话呢，我总感觉吧，可能画面太华丽了，然后我总觉得那个战斗的这个 tempo 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喜欢，而且斩切的快感也。和当年的真噬魂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了。OK，大家提的比较多了啊，就聊一下我自己是噬魂迷了啊。那么这款拿扣露露的话呢，我应该是前年还什么时候我就预定了。那它预定发售的时间是2021年的第三季，那现在已经2022年的一个6月份我才拿到，那期待很高了啊。那拿到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小失望啊，是我已经迟疑了很多天。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它卖掉呢？啊，因为呢，这个包装盒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人物的脸孔，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做崩了呢？嗯，如果你要对应到这个游戏的这个画风来讲的话，啊吧，那也不知道是该怎么处理它。那后来，就也没办法了，就还是把它给拆了吧。那所以这一期的话呢，我想说，我非常有可能呢，就把这一集录完之后呢，可能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一款这个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Anyway，不管了，我们还是把它给做一个开箱吧啊。那么这个 SC 的这个男角都做得很漂亮啊，那女角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那不管担心不担心呢，反正我已经买了。那里头的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是应该是秋天的北海道的一个画面。那拿扣露露是北海道的居民，那爱姆族。然后这个，这个是第一次打开啊，所以，等于是实际上的开盒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拿扣露露的背面。那顺便提一下，拿扣露露在噬魂一的时候裙子是比较短的啊，它的裙子大概就只有前面的这个长度，到了噬魂二之后呢才有加长，那之后历代来说好像都是加长的一个样子。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替换手，还有一只老鹰啊，算了，这样看不清楚嘛。我们还是把它做一个，开盒，一个一个把它给取出来吧啊。那这个上面这层炮壳呢，就暂时不需要啊，它还有多了一层这个保护的一个薄膜。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呦，老鹰的翅膀顺势滑了下来啊，它要隔开来。那我们先把本体拿出来好了，本体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嗯，我先面对面跟他凝视个几秒钟好了啦啊，让我也端详他一下。好的，我大概说一下吧。他的这个衣服，这个很软哦，没有想到现在塑胶也可以弄得这么薄，而且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不赖，而且上面的花纹印刷算好看的。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它可以做到这么柔软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出乎意料之外，然后它有一个色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上臂啊，看到肩膀的这一块部件跟上臂跟下臂，可以很明显看到下面这两个关节是一个颜色，然后跟肩膀比起来，肩膀比较偏黄，可能有人现在在看这张脸绷得很厉害，我也觉得这个脸是有一点怪怪的，那色差还有一个地方就中间那个球形关节。这个球冠的色差呢，等于是说这个胳膊呢，一分成三个颜色，肩膀、上臂、下臂是一个颜色，球冠又是一个颜色。不过这个看你能不能接受吧，我个人就觉得有点严重啊。
尽管说她并不是以裸露为主的女角，但是做成这样，我是觉得，比较让人失望一点。如果我把她手折起来，这个，因为我是前面的这个镜头可能，take 没有说很精准，但她确实这个球冠的配色跟人家就是特别就不一样。然后后面给各位看一下她的，转一下后面这个配件。这个配件做的还可以，上面的印刷可以给高分，我觉得可以加奖一下。然后看一下吧，基本的可动的话，头球形关节没有问题，手臂的话呢，当然也是应该要可以360度的转动吧，转动是可以。袖子的话呢是比较偏短的，以往拿破仑的袖子有时候是会做到这个到上臂这里，但这一款显然是做成这样其实比较方便活动啊。对了，顺便提一下有时候呢，以前有以某些级的拿破仑的头发是绑起来的，那是为了方便做这个电脑运算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腰身可以动吗？腰可以上下可以动一下。然后前面的这个部件也是软的啊，先裙子给各位看一下。OK， 脚的话呢，前后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个球关，这个膝盖，这个不能讲球关，膝盖这个关节做的比较大，那就有一个破绽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叫破绽还叫什么。那鞋子的话呢，我看一下啊，鞋子做的还可以，它有一个这个像是旗缝线的东西，比想象中要来的稍微精细一点。然后以往历代的纳克鲁鲁都是红鞋子吧。然后这一款配色也是比较标准，来看一下其他的，我再看一下脸好了。我是觉得这张脸确实是比较没有神，比较可惜。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它本身的站立性还不错啊，就一站就可以，因为它的下半身比较沉啊，这个站立性我可以给一个比较好的分数。那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配件，应该就是它的一个老鹰了。然后老鹰的话，它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老鹰的话呢，它有可以替换的翅膀。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近距离，看一下，好像我有网络上有看到，有朋友的这个老鹰的这个面部的眼睛的涂装出了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这款应该还行，而且我觉得它眼睛其实做的还可以，眼睛做的很精细，算有神了。这个配件我要给比较高的分数啊。然后它的翅膀看起来是可以替换的，我们把这个翅膀啊从侧边就可以把它给拿下来。然后替换的翅膀就是刚刚一开合的时候就是掉下来的啊，这个翅膀，哇，这个翼展还是比较大的哦，挺大一个眼，对比一下我们那露露的身高好像已经快要一样高了。我记得他的身高设定是155公分左右吧，那这个老鹰的翼展难道也有150公分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老鹰这个配件做工来讲觉得算好的。那其他有一些这个小，这是他的武器了啊，什么真的可以拔出来。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是软的，比较偏软一点，然后收进去，他有做一个小吊饰，上面这个纹路的话应该是他们这个爱努族的一些文章吧，然后应该理论上应该是扣在后面吧，从后面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哎，就顺利的拿到后面了。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手啊，把他手放到后面，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要拔武器的感觉。我们摆个侧面好了，证明一下我也是对，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格斗的一个动作，对不对？我们也是有玩过噬魂的。那他的一个老鹰的话应该是要有，如果我记得没错吧，老鹰应该是要可以放在手上。他还有替换的脚啊，这个老鹰还有替换的脚，对不起啊，我们刚讲老鹰讲到一半又跳到拿破仑上面去了。老鹰的脚我就不替换了啊，各位知道一下他有替换的脚就可以了。那其他还有很多的手掌啊什么这些，就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是武器的特效件啊。讲到这个的话呢，这个一定要提一下，这个历代噬魂
以来，就是这种所谓斩切的快感，其实它的切到人的这个特效的这个部分，我个人还是最喜欢这个真噬魂，也就是二代。那噬魂小是很华丽啊，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华丽的过头，反而斩切的感觉不是那么样的真实，不是那么样的真实。那我来看一下，最后它还有两个替换的头，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先确定一下他的眼睛到底是能不能，好像眼睛是不能转的，这是另外的替换的两颗头，我自己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然后这一颗还行，这个比较灿烂的这个笑容，或许这个待会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用这个把它展示上去。而且他的一个头发是打散的，是飘起来的，那这个原本默认的这个头发则是自然下垂。好吧，那也差不多都开完了啊。那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很失望，就是这个手的色差，其实这我觉得这可能是它最严重的部分啊。因为我的习惯来讲，我也不会说一直拿着它掰着玩或怎么样的啊。但是以静态来展示的话，这个色差的问题比较严重。那我喜欢它身上的这些印刷，这个花纹。在我可以接受的不对，甚至是可以给高分的一个情况。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一款这个 S742 所推出的噬魂小版本的拿破露露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后面呢会补几张照片给各位看了啊，我们下回再见，拜拜。